現在購買 Galaxy S5，即送一個月免費任睇 Now TV 英超及其他體育盛事，仲有一個廣告嘅人咧，首先即佢叫精神病院藥度。老婆啊，日餅喺邊啊？咁佢成日出就成日都滴出去藥度啦。譬如一入到地獄精神病院咧，滴咗出去，差啲小流打完之後，打翻入地獄精神病院，跟住又出去講，又滴翻出去又打，所以係就係藥度得好犀利。嗱，呢個係幾靚啦，同香港小姐第一名一樣咁靚啦，係咪？呢度所有人都好靚啦，所以呢度所有人將來死咗兩處成高等。咁但係呢度所有人將來死咗兩處成低等。頭先我哋係處成高等，點解呢度全部人將來死咗兩處成低等？就因為佢話福娃係雞，飛唔起，但係福娃頭上有隻鳥啊嘛，係咪？咁所以冇用我哋中华民族冇好处。嗱，呢度所有人都好靓啦，系咪？睇到啦，系咪？老老嫩嫩都咁靓，所以呢度中华小姐文翠成高等。头先经过嗰啲顾客都系。嗱，呢度啲儿童都系啦，中华大人细路仔中华小姐咧翠成高等，因为俾神睇到。通常唔搞滋扰，将来死后人都系做成高等祖先享福嘅。投入清爽，植物蜜语沐浴露。咁就咁决定啦，因为神系咁嘅意思，咁就咁决定啦。我哋都冇得去拗。